这什么城堡？这是卡卡颂，这是卡卡颂的双城墙的城堡。那有什么特色吗？特色就是它是双城墙。两层城墙。对，两层的城墙。然后呢？所以它非常的容易防守，就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。这么厉害？所以他们都舍不得拆掉。来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现在呢是中午的时间，我们已经要离开卡卡颂城堡了。我们已经吃了一餐不是很好吃的炖豆饭，所以我们要离开卡卡颂。有没有看到卡卡颂城堡？中午的时候阳光非常的好，所以呢在我们的归途中可以录到非常漂亮的乡野景色，这边都是乡野，相当的优。So， 是捷克的那个吗？查理斯大桥过去那个旧城吗？哎，他还有拜拜。这里是卡卡颂里面的教堂，叫做卡卡颂里面的卡卡颂教堂。对，卡卡颂教堂应该也是哥德式的建筑，然后都是挑高做拱形，但是似乎华丽度不像我们之前在意大利或西班牙看的教堂那么华丽。因为这毕竟是小城镇的教堂，不是大都市的教堂。那你看它的彩绘玻璃，就是他们的哥德式教的建筑的特色，就是会有彩绘玻璃。各式各样，他们应该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。对，那个图腾，那图腾中间的花应该是很像那个红影那个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去那个圣百花，它不是说老飞的那个花的图腾，也是从圣百花的教堂图腾那个。其实现在的建商在盖房子讲庙里面挑高啊什么的，其实当初这几百年几千年就都已经是这样的挑高，是困难讲究的是与天堂的接近，与上帝接近。我们现在是生活在那个中世纪的那个，我们是小城居民。唱小城故事的，对，那是小城，你要小城居民。
塞，很开心。还有全站里面那个。西班牙有美女，黄色是我们。哦，对啊。哇，拍这一个三百块钱。你们那天买多少钱？好像买0.9支的，那天签名。看着多比较哦。啊，这边断头台。他在卖那个鬼屋的门票，鬼屋的门票。没问题，继续往后。后面这么远，因为应该都是卖薰衣草的东西。他居然卖那个，卖那个吃了冰跟还没冰好，还没冰冻。对啊，我也太早了，太早了。其实有没有太早了？他们应该是刚睡醒。吃了冰都还没做好。雷利欧，这间店很多东西。哇，你这是雷利欧？有雷利欧哦，是卖彩色的。这个好多颜色哦，彩色的那种。对啊。这里是。嗯，先进两个这种。卖东西都超重。嗯，这是水果，这是糖果吧？好多糖果，哇！那糖果店呢？对啊，哎，有冰淇淋店，这家。腰带。白天的时候呢，它就固定在外面那个。到了夜晚，它就会飞。假的，下去看就很好了。这还没过春节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那为什么要有一个石像鬼呢？在教堂。我会帮你拍的哦。教堂就代表天堂，天堂呢是所谓的这个。要不留一颗我们的头发。邪妖魔邪说啊，这种呼出来的这种人是可以上天的。我觉得他，所以他要守护教堂。所以只有什么是人，什么可以呢？这个守护教堂。哎，他好像好。因为只有妖怪、怪妖怪，你看这个外面都是妖怪造型。爸爸这边了，看到 orange 的味道，那是不刷红包的，那是喂，左压左压，好吧，对方呢？你先看，两个大的一个回答，你看，那是不刷的吗？对不对？是的，那是不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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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那是OK， 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景点是雅尔。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地方呢，是雅尔的一处废弃的竞技场。那
这个竞技场呢，它在罗马时代被建造出来，那它旁边呢有一个歌剧院，那同样是让罗马居民观赏竞技、斗兽，还有歌剧表演的地方。罗马帝国没落之后呢，这个竞技场被改装成环状的哦，自由住宅，所以国民住宅，所以这个竞技场曾经被很多的平民所居住过。那后来呢，这竞技场又把所有的平民住宅全部都拆掉，那恢复成现在的模样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，就坐在这个竞技场四周的观景台上面。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观景的座位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号码在上面，可见它现在还是一样是被当作一个竞技场在使用着。我们强烈的怀疑这边应该还是有斗牛的表演在进行着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是什么什么耳，谢谢雅尔竞技场的全貌。有点弥补了之前没有去罗马竞技场的遗憾，对不对，谢谢？没错。OK。那我们出发到下一站喽。我们来到雅尔的小城镇里面，这里是雅尔歌剧院。罗马人住在这边的时候，他们的娱乐呢就是看歌剧、听歌剧，还有看神鬼战士斗牛的表演。所以我们刚刚去了竞技场，现在来到了歌剧院，看歌剧院后面那个是观众席，后面这个这两根柱子呢是歌剧院唯一残存的巨柱，那其他的部分呢大部分都已经破坏掉了，可以看到有其他断掉的柱子，是的，排列在其中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事实上是表演台的位置。OK， 那背后呢，原本是一栋建筑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在我们现在正前方的地方呢，拥有的是半圆形的观众席，可以看到有人爬到很高的地方，原来那些地方都是用来做观众的。可以想象到在这个歌剧院原本的模样应该是非常的壮观的。好，我们慢慢的走向表演者所在的位置，就在这里，这就是表演者的舞台，可以看到一样还是在维修当中。